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五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动员体制改革，军队建设，让军政军民团结坚如磐石。作为新时代的武警官兵，我们必将始终牢记职责使命，聚焦练兵备战、主车主业，苦练杀敌本领，锻造敢打必胜的强军精兵。我们作为新时代红军官兵，要始终坚持听党话、跟党走，不断强化使命意识，全面提升打赢能力，奋力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作为一名军医，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牢记强军目标，全心全意为部队官兵服务，以实际行动诠释一名人民军医的责任和担当。